那够有诚意了吧？为了我们的新鲜货，我们的 Eric 老师，这个第一次来，他们真的把下半身脱了，全部脱了，换上方便啊运动的衣服，不要再扭了，多尴尬！他尴尬要哇！炸裂他！炸裂！炸裂！哇！刚刚那一招是尬笑，不为所动，尬笑，不为所动，算了。好了 ，Eric， 你可以下课了。太有型了，你知道吗？摆个 pose， 注意喽，开课喽。好，首先。 第一个姿势，好，我们第一个姿势，我们做相扑走路，那比较会训练到我们的臀中肌的部分，可以修饰你的臀型，也可以修饰腿型。像刚刚有 X 腿的问题，有没有？其实都可以靠我们的臀中肌的训练去做调整。凯蒂，好好听。好，这动作其实很简单，我们等下髋屈90度，把屁股往后推，背打直。好，往右走3步之后，我往回再走3步。好，我们做看可不可以做到5次。一、二、三，好，再来回去一。 二、三，好，等一下可以的话，我们就上弹力绳。哦，还要上去，抱上去。对，增加一点难度。好，然后膝盖记得不要往内扣，好，往外轻轻往外推。膝盖以上，这样可以。老师好容易被我分。好，那我们先站直，好吗？站直，髋屈90度，把屁股往后推。好，往右走3步，一、二、三，然后再往回走3步，一。 三，可以跨大步一点点，好，再来一，是像在附件，有点，尤其是浴，好，再回来，看到了吗？可以帮我们矫正肌，看到了，老师这样对吗？我们可以再规律一点点，哦，要规律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对啊，不会太，不剪点，要规律好不好？请剪点一点，这侧其实会酸，但是主要是要臀中肌酸一点点，臀中肌没有酸是大腿前侧，所以屁股要往后推，可是我是腰酸呢，重心腰的屁股，我们的背要打直。 Eric妈妈们很希望你去调整他们的动作，让它变成标准。你先看一下 Julie 姐，你可以青椒吗？好，我看一下。青椒嘞，青椒嘞，玩玉米嘞，青椒玉米，背打直，背打直。是我最爱的菜。好，然后你屁股往后推，髋屈90度。好，膝盖尽量不要往内推，往外开。往外开。好，然后跨大步一点点，然后跟进一只脚，再一个。 还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笑容可以，声音高吧？嗯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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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次教两个。好，这样 OK， 好，我们就往右跨一步，然后可以停留一下下。好，再二，再三，好，再回来一，二，哎，三，哎，头点晕，脑袋大一点。我以为你们不要带着感情看教练，真的，就是很漂亮，好不容易找到人家下身的。 OK，第一个动作，做完了，那我们做第二个动作，做深蹲。好，跟刚才动作很像。刚刚已经深蹲了耶。刚刚那个会比较偏向这边，深蹲的话其实会整个腿部我们都训练得到，可以做出翘臀，可以修饰腿型。好诶。好。我们双脚呢，在略肩宽，脚尖的部分我们抓11点钟方向跟1点钟方向，要有一点外八，对对对，一点点。好，然后我们的背一样打直。好。好，感觉一下，我们不要叫深蹲，我们叫深坐。 好，想要是坐下来就好。好，一样是我们先髋屈，往下坐，膝盖往两侧去做延伸，慢慢来，不急。好，要把那个弹力绳推开来，推开，对，再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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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老师，我大腿要抽筋了。吐气上来，屁股轻轻往前推 ，OK 吗？好，可以。我们做10下，再一次10下，可以了，可以的。我们先髋屈，然后往下坐的时候，膝盖往两侧延伸，可以吗？ 再蹲下去一点点，红糖。吐气上来，屁股轻轻往前推。 OK， 开始哦，10个。好，来一，就2个了吗？这么轻松，市场买菜了。一，屁股往后坐，对，吐气上。再二，很好，上。够3。好，再2个，5个就好，好不好？ 好，对，平时没有做10个，其实很吃力。对，因为他还有那个弹力，背要打直哦，背要打直。Go。OK。
然后好酸啊，怎么样？有感觉酸，感觉有感觉酸哈，很累哈。平常我们就是做十个就可以了吗？十个我们可以抓一组，我们做可能5到6组。哦，那这种动作是要快哎，还是越慢越好？那個、我们尽量做2秒2秒，对，让你的肌肉来得及受力。好好好好，谢谢。那大家可以去练。谢谢 Eric， 谢谢老师。那。